应该可以哦。好了，我先挂断了啦，你挂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没有办法。好了，好了，好难过、喔。基友群，阿谦也要，阿谦要，阿谦要啊！变成说阿谦、巧克力，然后秋风、QK 还有我，总共五个啊。原本蔡渣是说他要加入啦，就是从第一个月开始到现在，他每个礼拜都有事情，所以我们对他已经采取这个每个礼拜都有事，也是固定班底，他都有出现，他都有出现说，我这礼拜要吃饭，哎、欸，我等一下有事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。对对对，我等一下要出门，啊没有，我那个谁来找我，没有，我那个要接工商，我那个来，对，那个我那个来这样子，所以他基本上全部都是那个也来。都 pass 过了、嗯對，好啦，先挂掉了，你们再聊。OK 啦，那我就先去买衣服，买东西啦。好好好，等待明天你再看我的盛装打扮。好好好好，对啊，那盛装打扮来迎接你啊。好好好，好吧。好好，拜拜。阿 QK 嘞？我在打泰坦啊。泰坦啊？嗯。你又不打、啊？嗯。你又不打、啊？比较没有那个啦。你就不喜欢打这种游戏啊？也不是不喜欢打，就是一直打，一直打，打下去就觉得好像差不多啊。问这贱的你，先出发。我的天威小车车，好了，那不然今天早点收台啦。我那就是换一个东西之后，我们就收台。明天换 GTA 吧。明天看几点啊？对啊，明天应该是八点啦。如果说有那个的话，应该是八点。Okay 啊。对啊。看一下，我现在应该可以买一些车辆吧？十万能买什么东西啊？十万，也买不了什么特殊的车子。拜拜，不。你别送啥？要打泰坦啊！哦，十万，那八万这要四十五万，好贵哦！就每个都好贵，五十万，这个要一万。两万七，两万七的车还不错啊，这不用八十三万块，这一百万太贵了啦，慢慢赚钱好了。六探不玩 GTA 啦，六探他比较少玩这种东西啊，对啊，他基本上玩这款游戏是因为爱，因为爱，因为搞机，因为现在六探那个卤蛋没玩啦，我看卤蛋很少玩啊。他大部分都玩其他游戏，因为他就说他破关游戏他就不会想再玩。可是 GTO 的话，他是玩线上的嘛，所以就比较不一样。我是还蛮喜欢搭那边闲晃啊，可是有些人喜欢破关啊，不一定。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啊。哎呦，是粉红色安全帽，丑死了，丑死了，被打。又往回跳，那个自爆，我就想要换子弹。哎、欸，怎么跑过来打我是怎样？我、那个 MR 的那个也是玩狙的。为什么有人在我车上？莫名其妙。我先离开这边好了。我这边挂掉啊。好 ，OK。谢谢啦。来。太恐怖了吧！每次一上线都会被他追杀，哎，这很恐怖。啊，找到，这边。听说我卖新枪哦，因为 PS4 版的话，它会移植到一些新东西进去，然后还多那个水上飞机的内容，所以到时候应该还蛮有趣的。有点凄惨，现在不会写。嘘。头也太丑了吧！为什么杜勒斯达把自己弄这样子啊？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小可乐，到底什么鬼地方？一堆人死在这里，打又要大战。还是我把飞机驾照考一考啊，因为飞机驾照我一直没考、啊，只有那把飞机驾照把它考一考。看一下啊，
好像更新了什么？这把枪好像新更新的吧？射手步枪，8%折扣，团队生存，中国制的武器，古董骑兵，复古手枪，特制卡兵，重手枪。所以现在其实真的都蛮多新武器，只是我都还没买，而且现在等级好像还不够。这个已经可以买了，卡兵步枪，降落伞，有没有近战武器可以买啊？穿甲手枪 ，exquisite craftsmanship， exquisite 年代，汽油桶。啊，看来应该没什么多什么特殊武器。我想去买什么球棒啊，什么有的没的。不过这边好像是没有。这边我可以换衣服。所以老皮之后就主要玩 PS4 了吗？对啊，我之后就会主要玩 PS4 版的啦。因为 PS3 版的毕竟它有少很多内容， PS4 版的话多很多新东西啊，像什么水上飞机那个也是 PS4 版才有，然后还多那个水下的一些活动。因为他之前做水下，可是因为水下的话 PS3 的技能还是有限，所以他水下活动的话比较少。那 PS4 版的话，因为他技能提高了嘛，所以他就是会做一些水下的那个真正在水下的活动。哇，帅，像帅多了。这条站有点老成，我换一个比较年轻的感觉，好像也没有比较年轻的造型。谁没按车啊？超吵的，最好了。花100买汽车。内裤哥真的很白痴哎、欸！内裤哥在干嘛、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可是不能上他的车哎、欸，为什么？算了，我还是回我自己的车好了。先换胡子跟发型就很年轻了。胡子的话，看看啦，我其实不太想换胡子啊。不是很帅气啊！好了，我们去考一下驾照吧。驾照还没考完啊。你哥哥又上车了，真的很烦，真的很爱上哎、欸。好啦，我们就开车过去吧。好吧，很吵。明年存够钱 ，PS4 可以一起玩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绝对可以的啊。只是。就像我刚才讲的啦，就尽量不要捣乱。你捣乱的话，我就会把它踢掉。因为我希望以后 PS4 版的话是比较留一些比较优质的玩家，不要那边就是一堆奇怪的人加进来，然后到处无来由的乱杀人啊什么的，都觉得就比较无聊啦，比较无聊。就是大家就是在自由模式还是大家合作一下，我觉得蛮好的。你要跟他 PK 也可以啊，只是就也要看看情况啊。有时候大家在那边办活动，你在那边 PK， 其实就不是很。简单讲就是说不是很长眼睛啦、啊，好的，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很白目的意思、啊。然后再换一句话说就是说我开错马路啦，是往这边走吗？不是吧？要下去是不是？这里呢？这边应该比较快一点，好像没有，欸、有啦有啦，这边好像上方这边好像快一点。白痴，好了，往这边走应该是没问题了。然后一路往海岸线前进，那边过去之后就有一个机场，这里。出国啦！哎、欸，先生出国啦！啊，先生出国啦！大出国时代，内裤哥都不下车哎、欸！嘿，打跑内裤哥。
还下来打人，啥？空发少女，快跑！好，我们先上去解下任务啦。那个考试我还没考完。对对对对，别人说要一万二哦，其实应该差不多啦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好了，我看一下啊，上次解到哪里啊？我这里还蛮多没解完的，解到一半而已。移动战局，黑裤哥被吓坏了。哦、其实解蛮前面的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就要自己降落伞。好了，我们这次就是以破关为目的啦，我就不要在那边乱搞。上次那个什么特殊特技那边莫名其妙。Nothing pleases me more than dropping a dually out of the sky without a shoot。该不能射射哦、喔？没有啊，那个是他是讲说就是裸露身体啦。你讲一些那种讲话，我觉得还好吧。讲话其实他也没办法抓、啊。对啊，这倒是没关系啦。哦，哦，超神！哦，超神！哦，紧张刺激，往前飞。这里吗？我这样好像在这边吧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太早落下了，要完蛋了。现在是 OK 啦，照这种速度，我觉得应该到不了，因为下趟的速度比我还比我想象的还要快很多。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，可以重新吗？不行，不能重新。阴沟里翻船啊！大失败。You missed the target, Kadork. You will be jumping out that plane till you land right or die. 大失败，再次。现实这样玩会GG哦，现实中应该没有人这样玩的啦，太危险了。那可能追得到、啊，你追给我看啊！追到你还要穿呢、欸，对不对？ You see the parachute? Jump after it. 职业的都不敢这样玩了。有，哦，成功了。我现在试着保持不要往上飞过头，我让它保持一个速度。我这样让它看起来是 OK 的。好，很近哦，很近哦，很近哦，非常非常靠近了，非常非常靠近了，非常非常靠近。哎、欸，开伞了，开伞了，完美百分。金牌啦！金牌高手，哎、欸，过关吗？哦，烂游戏！太烂了吧 ！GTA 5都会买，对啊，我都会买啊，除了 S 8 360之外了。这也太困难了吧！没有人差了一点点的啦。啊哇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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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哇！太爽了！不行啊，人生走满灯啊！你的钱很多，没有钱很少啊，钱很少。急转弯哦，再试试看看啊。飞的时候可以拿枪吗？不行，因为这个它算是这个游戏模式啊，它没办法拿枪。有了。好了，这次一定要完成。
其实 GTA 5的那个场景真的是很壮观的，我现在真的是很期待说。